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十一月十九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内底四位学生，被警方围攻，吊在内底第三天啊。学生囡仔在昨昏有三摆想要走出来，也毋过拢被警方的催泪弹拍断去。有吊在内底学生囡仔就讲，即马学校内底啥拢无，连水嘛欠。半暝时，即马上新的消息是有正十个中校的学。校长做伙入去学校，把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囡仔带走。示威者徛在天桥外口，佮油索啊降落来，顺利降到路边了后，使用走离开。啊，内底下骹唔有其他人斗三工，各边就用骑机车来回接人。这是发生伫十八暗时，因为香港警察包围理工大厦，后来示威者想要离开，啊，唔过拢叫催泪弹挡落来。或者是叫警察抓起来，应该当保险逃走。啊，毋过警察随后是赶到位，这个行动搁一摆受到阻挡。啊，那伫个李大后来，示威者用路障放火阻挡警方。啊，毋过伫内底一工一暝，学生是已经真忝。我现在很高压，六点回到点睡觉。好了，我们的我的身体没有要跟我玩的，因为我的我要我同学，你们要走咯，就离家咯。警方对我第一次是第二次吗？还是怎样？这里在那边呢？一直到今饭店十二点半，郭泽怀中华校长甲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贤分配整理校园，带学生离开。有人真激动的发大声要求，要离开的学生迈走，冇人拦做伙。理大校长田金光事后冇到现场，表示伊个唔知影有偌济理大学生伫校内，呼吁校内人士离开。暗个嘛表示，离开示威者会先巩固逮捕流程处理。对理大学生讲话的态度强硬，政务司长张建宗十八指出，理大校方的冲突已经到暴动的程度，民众若是提供协助，拢可能犯暴动罪。中国国务院嘛在昨下召开记者会，表示若是港府有需要，会当请中央政府斗三工。只有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才能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那么来要求啊中央按照基本法的这个相关条文呢，来采取相关的措施。虽然安尼，第二代护军也是有真侪兵将伫街头支持学生，不过警察爆发冲突，直到半暝一点半，民众才渐渐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香港反送中抗争公司特邀的导演郑道儒传出伫香港被抓去。公司伫咧昨暗发出声明，讲真是有影，伊是伫咧被翕翕画面的路顶，被警方抓去的，目前也联络未到本人。郑道儒是伫咧今年十月份接受公司节目部的委托，甲林祖映女士做伙翕公司的节目《艺术很有事》，是特邀的导演。传出郑道儒十七暗一人要去。香港理工大学翕画面的时，被警方抓去。经过香港的记者协会向香港警方问过了后，知影伊即马人伫咧警方的手头无唔对，也毋过为虾米会被抓走，原因也毋知。香港的警方把理工大学的示威者赶入去学校了后，从透早就把学校四口连登的车路拢围起来，连救护人员记者即马拢袂使入去。香港警方把内底的人逼到无路逃出来，就是要把内底的人拢总抓起来。在理工大学离步到一百公尺的所在，四界望烟散布，全部拢是催泪弹的烟。现场就连家己的面头前拢看袂清楚，所有人干那会当一直走一直避。香港警察出动真侪警力，因为铁线网内底一阵拼死地走的示威者，想要对已经被封锁的理大学校走转来外口的世界。啊，不过伊唔知影，理大外口的世界，警方早就已经准备要来甲伊抓。这个妈妈无受到催泪弹的攻击，却一直流目屎。警方甲真侪少年囡仔抓起来。伊一直哭哭尖、尿尿看，想要找找出囡仔的下落。He's in politics, but I don't know where he's now. 透早时，尖东的商业中心充满着紧张的气氛。警方若是认为什么人可疑，想要抓谁就抓谁。过头了后，封锁的范围就变小了。
记者背后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而前面的天桥布满了雨伞，原本是示威者占领的地方，现在全部都是防暴警察。而香港警方现在策略呢，就是不让任何人靠近理大，也就是把理大包围起来。里面的示威者呢，除了出来投降被拘捕，香港警方呢，不打算给任何退路。礼拜日，警务处表示，未攻击基地内底，暗过呼吁学校内底人甲武器放下，而且挂防毒面具，赶紧离开。但是真正的状况是，你若是想要离开学校，警方就会随发射催泪弹，而且将基地甲人抓起来，嘛好伫边啊关心的民众看甲哭出来。他们里面现在是监狱的一样，然后就很难可以跑出来。你们每天都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们要离开，我们才不会对你用什么的暴力。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一离开你就用那个暴力，是更严重的暴力。警方无要攻击去，爱示威者家己离开。学校内底估计也够有成百个人。历代反送中频道伫咧 Telegram 发布，留守学生伫专讲市民书，表示讲因的心情真平静，要用血甲目屎来保护学校免受侵犯，到底有啥物罪？落尾佫强调讲无自由甘愿死，唔惊去互掠甲死亡，因为历史会判因无罪。记者综合报道。刚头等下，咱国内今仔日大代志来看世界十字弓亚球赛，咱台湾队摕到第五名。昨暗台湾队等下台湾啊，通机场有要挖1000个球迷去接。另外，投手张毅摕到最佳先发投手，一个红牛绿王，一个投胜王三项大奖，是十字弓史上的头一个。要换一千个球迷，十八暗时伫通机场接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中华队等个台湾。中华队即届摕到第五名，无摕到明年东京奥运的门票。总教练洪一中表示，成绩无达到标准，决定请辞。以球员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表现得我非常满意。啊，当然我自己带队成绩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这个也是我在日本也讲过，就是说没有拿到奥运票，跟大家说拍手拍手。这段时间先让洪总先休息一下，确实这段的比赛张力都非常大，张力非常大，让洪总先休息一下。体育署长高俊雄和中华职棒会长吴志扬拢为留，因为中华队一直拢顶起球队纪律。中华队战！这届中华队头一摆进入复赛，佮打败南韩佮澳洲，先发投手张毅，佮得到赛会全明星队上好投手，加上叶如王、信如王等投手的三大奖，是比赛历史第一人。另外，王维新佮得到上好的三垒手。冠军赛日本和韩国打完才选出来，才有收到这个消息，对，那很开心。就有这个荣幸在国际赛被受到肯定。体育署长高俊雄表示，25下礼拜一会邀请中华职棒会长吴志扬、甲棒协理事长高中亮对6-1的三分赛进行讨论，安个帮中华队抢到东京奥运的门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有一个叫杨玉如的人，伊伫咧面册顶头分享总统秘书长陈菊贪500亿公款的文章。无影无食，所以予陈菊告。了解的是，杨玉如是希望讲，伊伫咧面册打的，所以伫咧面册公开回信的就好。严格陈菊无法度接受，双方调解无成，昨昏杨玉如被判刑50天，会当一颗罚金。接下来看《自由时报》，香港反送中抗争烧一批学校内底，香港即马有8间大学拢停课，咱台湾有偷放出善意。欢迎有需要的香港学生来台湾读册，结果欢迎真好，大大4天就收到369个申请。继续来看联合报，休困日补眠，细字哦，唔通愈困愈伤身体。有研究就讲，平常时爱困眠，若甲休困日差伤济，安尼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也是糖尿病。医生就建议讲，要补眠会使困较晚，但个唔通困过头。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到讲中国的航空母舰开入去咱台湾海峡的问题，总统蔡英文是讲，咱台湾有在调保护家己，冇讲到香港的政策，伊讲即马香港政府是用政治在对付人民。
总统蔡英文早起去台中参加台中国际机场的航厦扩建动土，先到高雄台湾一个完整的国际机场，下晡去新北陪董新仪参加活动。不过会后媒体联访，大家上关心的嘛是中国家己做的航空母舰航行台湾海峡的代志。另外对香港情势，总统强调讲，政府不应该用枪支对付人民。我们有能力防卫我们自己，那请国外人也都要放心。香港人的诉求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回应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以盾牌、子弹、手枪相对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在处理一个人民非常正当的诉求的一个态度。蔡老皮已经成，总统强调是团结的政党，对国民党部分区名单出来之后，引发那赢内部的反弹。但是支持度并无转向支持民进党，总统仅仅强调民进党是理性的立场。民进党公布的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时含党主席窦英台做伙为新八十几位党籍立委满进跑做事。被问到心情甲台独的立场，赖清德无讲。说你是因为派系，所以你才决定妥协。我刚刚讲了，其实他不懂我的心呢，也不懂我们的心。好，谢谢。谢谢。民进党主席董英台是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一旦危机参选，一定党纪处分。一旦危机参选，党纪一定是尽速严明的处理。总统连任跟立委国会过半的这个目标，这个工作不宜出现任何的杂音。总统立委选举进入正面对决的阶段，蔡老皮分头走行程，要展现两个人加起来的力量。但是，伫面对党内不同款的声音，民进党中央是有软有硬，希望将冲击降到上低，嘛要变国会的威慑处。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对昨昏开始接受总统选举的登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一透早就完成登记啊。面对伊即马民调不好，韩国瑜讲伊无烦恼，颠倒口说民进党。支持者真热情的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副手张善政十八中昼十一点半正式去中选会登记参选2020的总统。韩国瑜讲，希望讲会是一场清气的选战，搁一届呼吁侨胞爱回来投票。2020年选举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一样，2020年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全球华人人人有责，所以希望海外的侨胞朋友踊跃回来投票。针对上新的民调结果，输给对手韩国瑜，唔来袂烦恼，但都佮讲家己笑甲真欢喜，佮口说总统蔡英文。一定呢，傻傻的，老是迷惑在得民调得天下，但是我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所有的造势场合，大家可以看得到，到蔡英文的场合等一个便当，到韩国瑜场合等一个人。韩国瑜强调，讲选择的时间要握紧，大家拢会团结起来。拜以国民党党主席郭敦义、副主席傅良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做伙去云林替党籍立委参选人谢淑阿来徛台，表现出团结的气势。啊，不过国民党不分区的争议却继续伫摊。当然，大家对这份不满啊，我们希望沉淀几天，我们最后还是要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在一起。这个名单不管有缺点或者有优点，都是完完全全公正无私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基本肯定。罗敦义强调，讲不分区名单无可能每一个人拢会满意，名单产生的过程一切公开，绝对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决定。啊，不过选战开始倒打时间，国民党牛条来打牛尾的风波，那就也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明年总统选举第三组人马，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佮伊副手，昨昏早起十一点嘛去登记好势啊。昨昏嘛是区域立委参选登记的日子，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佮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去替因支持的人徛台。上水，上水。甲今仔新年国代第五届参加总统大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含副手吴湘，早起十一点出现伫中山会，正做2020总统大选头一组登记参选人。用尽平生所学来回馈我所爱的台湾，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会有让大家眼睛一亮的第一名。宋楚瑜的总统大选最后一战，抢头休登记参选，代表国家军的应林基金会执行长刘玉东出现伫现场，感谢代表讲会出现伫市民党的部分区的委名单当中，宋楚瑜无讲啥。
这才是真正叫庶民的啊，自己开车自己来登记。亲身使胖卡，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陪郭台军的朱台铭李进应登记立委参选。如果李进应当选，有三个立法委员服务，还再加上郭台铭，跟我理念相同的啊，中华民国派，我想我会呼吁我们的选民啊，去选这一些。2020总统大选，三卡都的台势确定，郭台铭讲要支持理念同款的人，无明确点名，嘛强调会专注伫国会替少年人立法发声。抵抗有声当中行，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德率领朱德兵登记立委参选。政治家跟生意人不一样的地方，生意人就每天在说，政治家是有目标就勇往直前的，应该是礼拜三会来登记的，所以大概差不多了。我看就是这样的，他常常就是有时候有该沟通的、该协调的去协调嘛。除了区域立委选战必须要全力拼之外，民进党的部分区名单也未出来，洪社公是卡在新光集团吴欣盈的身上。但是郭文德若讲按算20的登记，到时阵就会知影。选举登记的头一天，各方面的人马拼气势，希望得到好彩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受东北风。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咱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东部的云也变较厚，有时也会落雨。来看最新的云图，这两天北台湾规天拢是落雨天，湿湿冷冷，尤其今仔日是这波东北季风上强上寒的时。今日透早上低温伫个淡水只有16.3°，气象局有针对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发布大雨特报。温度方面，北台湾高温只剩20度到23度，中南部的日时暗时温差是真大。另外，今仔日东北风较透，台南以北、东半部有18个县市可能会透11级的强阵风，气象局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上礼拜，中国的内蒙古有一对翁仔某确定患着尿气啊症了后，即马是传出新的病例。到今为止，中国已经有4例啊。咱疾管署是表示讲，正在紧急监控中国的尿气啊症疫情。中国尿气症的疫情继续在增加。第一12内蒙古的翁仔某去向确诊是尿气症了后，17内蒙古又发现一件确诊的个案，初步判断是因为食野生的兔仔蛇去向感染。到目前为止，中国总共累计有4个尿气症的病例，其中一个人死亡。先有2个个案到北京去就医。那最近呢，在这个内蒙古呢，今天也有确诊一例是有这个到野外去拨食野兔的一个状况哈。那在北京的这个个案的话，目前还没有相关的院内感染或社区感染的状况发生。不过，它在内蒙古感染的源头呢，评估跟今天公布的这例生食野兔的个案没有关系哈，所以感染源还需要再调查。疾管署表示，尿气症是伫咧个气类甲家噪之间一种人甲精神共通的传染病，透过家噪传染予各种动物甲人类。透析性发炎是家噪咬着上附近的淋巴会开始发炎，或做散气液了会引起白血症的尿气症。再来经过血感染到身体的各部位，而且嘛包括脑膜，若是细胞触发性的感染，就会变作气气液，而且嘛有可能会造成气炎、总结炎，或者是引起黏膜生伤。而且血气炎会当透过咳嗽伫个人甲人之间互相传染，若是无经过治疗，致死率会当达到30%至60%。啊，毋过目前抗生素的治疗已经会当降低尿气症的致死率。有腺鼠疫，说不定同时还有肺鼠疫，所以大家不用去注意这个一个肺一个腺的差距。它一个细菌感染，它就是随着你的血流，可以到内脏的各个部位。疾管署强调，台湾自从1953年以后，都无尿气症的病例。目前正在监测中国尿气症的疫情，若是发现意外还是社区感染等等的状况，都会随提关旅游警示的层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因为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美国暗算管制华为，也毋过影响伤大，所以有予华为临时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10月19日今仔日到期，即马美国暗算要予临时许可证阁延长90天，予美国的企业会使继续甲华为做生意。资本华为已经放在做美国的贸易的黑名单，也毋过美国的商务部想的，也是暗算要阁延长宽限期，主要是因为有的增卡所在，3G 甲4G 的网络拢爱靠华为的设备，那是切断就害啊。
镜头来法国，法国的五家运动满一周年，又出现几啊万人行上街头的大场面，竟然发生冲突，毛人闯入去百货公司内底，还业者各不将爱关门，无法度做生意。小兵将手提黄卡唱翻资本主义，占领法国巴黎有名的连锁百货南佛爷三楼，开始周围拢是圣诞节气氛，有强烈对比。成功者的人关不外久，都去保障人员关锁大楼。啊，不过业者还是决定休困一天。10月17日拄好是法国黄卡运动一周年，去年波兰总统马克宏去游街边疆发起抗议行动。在各大城市都有示威，并且变作反对马克宏政府政策升温，一直到今嘛，也是有部分示威者每礼拜六拢固定集会，提醒政府因也是真生气。Je suis très content qu'on est là. Voilà, on dit à Macron, on est là, on est toujours là. Les gilets jaunes ne sont pas morts parce qu'ils ont tout fait, hein, pour détruire les gilets jaunes. Mais les gilets jaunes, ils sont là encore, hein. On est là pour la France.这几个月以来，五家运动有卡转好，按过周年纪念，又过正式，过一个变化，几落万人行上街头，部分抗议人士将路边车淹倒，烧粪扫桶，各项电报警察等石头，啊那警方忙催泪拉树，甲用水甲民众赶走。根据法国雷金博公法，法国全国各地拜六拢总抓到264个人，其中巴黎就占60%以上。五家支持者表示，目前因考虑加入其他的工会行动，参加12月7日开始反对马克宏年金改革无限期大罢工。记者宋阿报道。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一礼拜来淹3次大水，而且拢淹到105公分高，嘛是百多年来上加严重的灾情。意大利水都威尼斯17度过下晡一点，水位来到迄天上悬的150公分，相比东京一切160公分较低。啊，不过饮水状况也是真歹。圣马可广场关起来，附近店家无得做生意。为一镜头会当看到落地窗的外口水比店内灌出真多。这间药妆店是叫水淹入去，药啊拢害了了，店内乱糟糟，让看甲会心疼。Ultima sensazione di vedere l'acqua che era mescolata col gasolio, probabilmente perché negli appartamenti più bassi si sarà entrata l'acqua, si sarà rovinati mescolata con i serbatoi del gasolio. 威尼斯过去这几礼拜以来，拄到水灾数量是今年真少看到的，嘛是为1870年有官方记录以来，在今年来出现3次上无150公分的灌水位，更卖讲这3次拢发生伫同一礼拜。17水位150公分，15154公分，12甚至发生53年来上悬的187公分。游客来到浸在水中威尼斯，不过减少旅游行程。威尼斯市长布鲁纳罗表示，这次水灾已经造成1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37亿损失。Problema fondamentale è che magari non si sta facendo nulla per concludere il MOSEC. Il MOSEC bisogna finirlo, bisogna assolutamente finirlo a tutti i costi. 无设计会到底上无50亿欧元，已经超过16年无运作。伊是伫2003年启动的洪水工程，暗过因为贪污停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雅虎进前主动跟 LINE 联络，讲伊要提出公司想要合并的建议。18日中有风声讲，双方已经讲好势啊，达成协议，会伫明年10月份进前合作做伙经营。在记者会上，搜寻网站雅虎日本母公司 ZHD Z Holdings 的社长川边健太郎和通信软体 LINE 的社长出迪讲，两个人站在台顶说明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日本からあるいはアジアから、そこを足場に全世界に飛躍して、世界規模で最高のユーザー体験を提供して、社会課題を解決していくようなそんな会社になっていきたいと。这项合作计划按算会伫年底进行签最终契约，并且会伫明年10月进行进行合并，由双方建立一个共同公司，每年合作出1000亿日元，并且随人持股50%。这个新公司会变成 ZHD 上大股东，雅虎日本和 LINE 会变成 ZHD 专注持有子公司。最強のワンチームを目指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どうぞ伊勢沢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握手を一緒に。
因为双方的客群分别是10至20岁的手机族群，含30至50岁的电脑用户端，合并案会创造出有超过1亿用户的超大型平台，有金融、电商或是其他的服务。所以双方联手合作，被看作是 Naver 创始人李海丁含软银总裁孙正义，要对抗参像 Google、阿里巴巴等等中美帝国主义网络电商平台龙头的联名。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这两间公司的营业额算算的差不多1,600亿元，超过乐天公司的1,000亿元，有可能变成领导日本、亚洲甚至讲是世界网络的品牌企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副警长高月份的时，伫咧一间行政中心处理有人在乱的代志，伊是真粗鲁，甲一个行动不方便15岁的囡仔跌伫涂骹，这画面让人用手机啊翕落来，放起伫网络顶端。即马这个副警长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亚利桑那州土桑市这个副警长在这间行政机构处理风波，所使用的手段引起很大的争议。15岁失去双脚双手的少年，情绪真激动，对执法警官大声骂，或身材至少有伊2倍大的副警长真粗鲁，持刀伫裤脚，伫边啊用手机啊录影的这个少年，头壳嘛被警方攻击。Men and women with badges and guns should not behave this way.警方9月6日早起接到报案的电话，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行政少年向向警署失控大声喊嚣，动作粪扫桶，副警长就去处理，将这个行政少年和在边用手机录影的少年抓起来，还将两个人送去青少年拘留中心，以行为脱税的罪名加以起诉。And the results of that investigation will inevitably be conveyed to the county attorney's office for review to determine if there was criminal activity on the part of our deputy.当地电视台这个月10日播出整整8分钟的录影画面了后，警方今天刚就撤销对这两个青少年的起诉。涉案的副警长嘛已经被勒令暂时停职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再来关心香港。香港政府伫咧10月份立这禁酷民法，引起香港人更加过大观赏中的抗争继续猖獗。有24个民主派的议员向香港高等法院去投。法院即马判决出来呀，讲禁酷民法是违反宪法的，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超过合理的需求。即马观赏中抗争是继续传烧。观赏中示威超过5个月，香港街路不时爆发警民冲突，一位群众挂嘴暗甲警方对枪。港府则为引用紧急法定禁酷民法，引起真大反弹。24位反民主的法会议员申请两件司法复核案。香港高等法院则被裁定禁酷民法违宪。香港立法会禁止酷民规例小组委员会对判决结果做出两派声音。立法会不能处理一个违宪的法律，这个亦都是大家都冇争议的嘢。咁而家呢個會根本就冇可能繼續討論落去。亦在香港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視法治嘅社會。而家法庭咧係仲未有任何所謂 relief， 即係點樣處理呢個案咧？法庭都要聽翻雙方嘅意見之後咧，再判斷。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有一條法例被判違憲嘅話咧，就政府就唔會根據嗰條被判違憲嘅法例咧去執法嘅。议员认为港府未接受判决应该上诉，不过议员有必要出面甲市民讲清楚，这一摆香港高院裁定禁酷法伫危害公安的情形下使用违反基本法，另外禁酷民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超过合理需要也认定违宪。社会民主连线创始人牛国雄表示，香港目前被军政府统治情形依然不乐观。紧急条例咧，其实系冇一个超然嘅地位嘅，即系话唔系话特首。可以攞住呢一條差唔多100歲嘅殖民地惡例咧，就可以隨便去定立一啲法令嘅。聽到高院就是說這個是違法，我們就是很高興啦。我們在尖沙咀所有人聽到，我們都歡呼起來了。部分市民認為判決合理，歡迎秉持司法獨立審判，不過引起學者煩惱，香港司法機關堅守人權最後防線，可能被中國看作眼中釘。像过去黄之锋可能被逮捕之后，或者是说有些民主派人士被逮捕之后，可能在司法部门都做一个轻判的动作，是要为这些司法人员捏一把冷汗哦。那有可能未来亲中共的政权可能会对于司法人员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整肃。对香港市民参加示威抗议时，是不是合并无被公开身份，法庭这摆无定案，20日开庭处理，听双方陈述，讨论补救裁决引发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示威，即马香港的理工大学正做警民冲突的阵地，警方包围学校，要甲示威者拢总抓起来。学界即马呼吁警方爱放人，民主派的机关嘛呼吁双方爱有站站。示威者十八钟头过后，成为第三摆突破钢筋封锁一万失败，钢筋也真侪人造成闹会冲突。香港反送中示威在校园扩开，香港理工大学十七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后，校园正做战场。天主教香港教区护理主教夏志成十八透早，是要行入礼台协助调停，佮要求甲警方指挥官见面却被拒绝。都嘗試了即係三個嘅唔同嘅地點啊，希望可以入去啊睇下個情況點樣，可以幫下啲同學。但係好可惜，即係三個地方嘅即係警方咧都同我哋講，即係唔可以嘅。江大理大科大等五间大学校长拢呼吁江警，何老爹后来尽速离开，暗个同款被江警拒绝。向各界呼吁，請大家一齊出嚟。幫一幫我哋嘅大學校園啦！如果唔係，我哋嘅大學校園就保唔住啦。就连民主派议员也出面为学生求情，呼吁警方加示威者爱站站，唔通恶化局势。都呼吁政府咧，系尽快希望可以留一条路，俾相关嘅人士咧可以安全咁样离开理大。希望咧喺琴日至到今朝早喺拘捕咗人士当中，可以尽快释放。江警十八下晡出面说明，希望理大事件能和平解决，强调警方主动攻击理大，讲法无正确。个别嘅同事可能喺追捕紧嗰个暴徒嘅时候。係會有進入過理工大學範圍。當完成拘捕之後咧，我哋都立即撤離。坊間留言話我哋主動攻入去理工大學範圍嘅講法係唔正確嘅。學生煩惱，警方繼續惡化，恐驚會和律師事件在理大定案。老爹後來示威者部分人士為充滿煙霧後方順利離開，不過依然有真多人想要為這問突破警方封鎖，卻是無成功。個民眾就請被更離現場。理大校長田金剛對外表示，已經甲港警交涉得到保證。If the protesters do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the police will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自从发起大三罢了后，全香港交通用尾袂停袂动。面对示威冲突升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发表强硬讲话，要求止暴制乱。负责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搁到深圳甲各级官员会议。香港区议会选举二十四号要开始，有民主派议员呼吁选民爱投票，作为变相公投，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港警恶行。我认为这是一场关系香港史上最重要的区议会选举。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段过来在地上大条，来去高雄。高雄一直夜市啊，伫咧即个月十一结束了后，超过六成的大头按算是刷去凯旋青年夜市啊边啊去摆摊。因个毛大头是望讲，敢未使转去原位做生意，所以出面定情。等来到过去摆摊的所在，几十名摊商心情真复杂。原本做生意的所在，即马拢警察，就是为着要被混个摆摊。即阵摊商拢伫高雄一直夜市摆摊，但是因为人真济，店内和居民怨叹，嘛互政府发现无依照规定，伫咧期限内以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名义提出申请，而且爱得到同意，所以政府要求大头爱刷去合法的场所继续营业。就是有人试过了，都亏很多钱。你去遐，敢会较袂食钱？一定的啊！你想咧？大家这是大家拢烦恼，不是讲我烦恼呢。六合夜市也是路边啊，为什么不敢？为什么就可以取名说观光夜市？那这边相对的也可以变成是观光夜市啊。夜市当中有六成的大头决定要刷去凯旋青年夜市边啊摆摊，但是嘛烦恼讲生意无好，发出希望政府卖消灭夜市，是爱多方面讲说，让大家拢有生存机会的口号。他当然有他抗议的权利，但是呢，我们是完全是按照议会的决议依法行政，我们会请警方来强制的执行这个停价的决议。不过，市府态度打真的，警方也表示，十八暗一直夜市都袂当阁摆摊，会动员200名警力伫现场处置。不过，摊商强调讲，会阁找阁较侪管道争取权益，希望有解脱办法，让一直夜市伫原本的所在阁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到东部，公布上新登的休步新加的人数是2668人，这是今年上悬的。学者认为讲受影响的拢是特定的产业，建议企业爱趁机会转型。根据机械产业新低迈，太阳能和电子零组件的工厂也开始放无薪假。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十一月份放无薪假的业者还有人数嘛创新高。除了原本的工具机械业者400人，佮加上一间太阳能电池制造业，一间电子零组件批发佮400人，有达到2668人。那之前有一些工具机的业者，那我们这一期也发现有一些太阳能电池的这些相关业者，还有一些电子零组件的批发业者有这样的情况。劳动部统计，八月份到十月份之间，无薪假的人数拢超过2000人，年底状况是更加严重。除了受到经济影响，工具机械生意歹也是主要的原因。业者嘛感觉状况不好，烦恼中美贸易战继续落去，订单接袂到，利润嘛叫汇率夹起。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无薪假的状况，确实都已经在产生了。虽然有些他们没办法去跟政府申报，确实。默默的在实施无薪假。学者指出，汇率甲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的企业主来讲是两种伤害，无薪假是不得已的做法，成本较省的变通办法。啊，不过嘛，趁这个机会来思考产业技术升级，唔通干那注重高级市场。受到很大影响，大部分都是比较传统，的金属机械产业。那无薪假结果至少可以让员工还可以拿到他的固定的比较低的薪水。那长期而言，我觉得政府各单位是不是可以带领的我们的厂商转型。业者找出路，政府提方案要救企业，劳动部嘛配合经济部相关措施，在劳工无薪假的期间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也是辅导措施，希望讲会当做伙度过小月。嘛，伫咧经济真歹的期间，让所有员工会当增加自我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向媒体投稿，有代替的司机要入站的时都无在打灯啊，甚至个塞瓶颈的。这代替即马表示讲确实有影，所以因开始在调查。有抽查专队员1600多件，发现4件违规，这司机拢已经被处罚。火车一站之前，按照沿路的灯号大大减速，照代替即卖规定，列车通过黄灯的时阵，速度要降到60公里以下。啊，不过因为系统也是有予因春秋的长度，有司机员通过黄灯了后，也是无减速，甚至时速阁维持伫咧90公里。代替证实已经开始调查，到顶礼拜已经调查1600多件，有4件违规。超速只是少数的个案，那这次呢，我们也全面的清查，的确有少数司机员呢，在这个速度的控制上没有做好，那我们也会根据规章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讨。而且还有司机员8天违规12次，代替表示会照规定来记性改警告，暂停勤务，而且加强教育训练。啊，若是代替伫咧去年普悠玛事件了后，逼出卡手无够，搁人流袂掉的状况，劳资双方总算伫咧拜一签订团体协议，新一摆员工会当照劳基法到一半年了就年假，未像过去爱照公务人员到一满一年照年假，而且未来风台体也是所问期间出去卖加发一倍的工资。三班制的轮班员工的工时条件啊，铁路局的特别疏运计划，这个部分都是所有加班费的给付都是优于劳基法，劳资关系更和谐啊，就越有助于台铁的一个改革。劳方不会轻易罢工，那代表资方的单位呢也必须要依法来行政。啊，不过因为甲代替来签团体协议的劳方代表是代替企业工会，暂时无法度确定未来代替产业工会，也是会发起休困、罢工等等的行动来影响纾困。交通部表示，针对无同工会意见，拢会来尊重，卖保持沟通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通机场第三航厦简化了后的设计图，本地讲十一月底就会当画好啊，啊，不过即马可能阁爱拖延落去。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昨昏伫咧新通机场的预算的时，就认为讲，哪会使安尼一直改来改去，要求因伫咧二月底爱提出检讨报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因为变更设计，招标时间会延到明年。今年公司正式完工时间可能会延后一年。按过来台湾旅客每年增加，目前平均逐天710架次起降已经前方。机场公司请顾问公司评估，是毋是可能先去第三航厦北平停机坪？只要北航厅可以先盖的话，它比较可以满足未来。这个每年增加大概200万以上的这些旅客进来，因为我们不能叫不来啊，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另外考虑预算的整体预算的一个规划问题。虽然希望先去第三项下天气平，也要看最后财务评估预算评估超过。行政院今年初才增加投资第三项下预算超过到789亿，不过主体项下依然第三摆流标。机场公司加设计团队沟通，是不是简化部分设计被拒绝？八月份交通部长林佳龙下令确定简化设计方向，免阁增加预算。原本有设计减的，还应意向处定的消息，结果改变工程阁延后。国际建筑师的设计，它有它的整体性。当你如果剪的三不像的时候也不好，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保留他们原来的设计的一些精神，然后也请这个陶具公司来做一些检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桃园机场公司预算审查，真侪位立委批评第三项下解释结果一直流标，进度落后，正做国际笑话。委员会决议相关机关无考虑厂商技术甲成本，致使预算成本增加，互厂商无必投标，要求交通部甲机场公司明年之月要提出设计检讨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去云林县道149甲线，是高溪甲草岭之间真重要的车路。县府即马总算争取到预算，争取到经费，要开始来翻修啊！当地乡亲是期待讲，望讲安尼会当予高溪观光愈来愈好。云林高溪上乌川往草岭149甲线道，20年前因为九期大地动了后，放一个路转去。当地村民也是游客要出入草岭，拢爱坐路经过南投关塘头，才阁接转去149甲线，车程增加20-30分钟。即摆经过各界争取工程费用1,5,599,000，十七开始做修复工程。终点这个明确道口就在这里是终点，那起点在这边那沿路我们会全部来给它修复包括这个叶护栏破损的路基下线的这个路基下线的部分，然后义滩湾区刚才讲我们都有相关的设施来做一个复建跟处理。文管部表示，149甲线长20年，嘛因为安尼影响到当地观光。为着高铁观光发展甲健全的交通路网，云管府已定149甲线修复，用三阶段进行改善工程，预计2023年3月份的完工。阮伫遮呢用三个即个阶段来恢复149甲第一就是阮路段的即个修复啦过来就是咱整个的即个专段的通车啦过来就是咱钢桥的即个新建啦即三个阶段要来恢复149甲啦真欢喜的，真欢喜的，真欢喜的，因为即个算会当行到家己的路。行到咱家己故乡的路，也唔免行到经过北关安尼，感觉上好诶。当地民众表示，关渡149甲转去了后，村民要转去厝的路是变真远，真侪游客因为爱坐路，嘛无愿意上山，对地方的观光影响是真大。期待完工恢复通行了后，会当予高溪乡的观光变搁较好。记者综合报道。赶快是云林马明山五年王的食饭大是14曾德伦，这款真特殊的宗教活动，也有受文化部的肯定。文化部长戴丽君甲科技部长陈良基，因就做伙参加活动，邀请大家来熟悉在地文化。文化部长戴丽君则是亲身到云林县保中乡马明山定安宫颁发五年陈岁大科，并落为国家重要名校的证书给民风，感谢民风用心传承地方信仰的传统科技。感谢咱定安宫吼，因为甲侪侪乡亲吼，甲这个重要的民俗吼，咱的这个信用吼，啊，给保存完吼，啊，来凝聚这个地方的感情吼，啊，上重要就是讲咱诶台湾的这个民间的文化的这个生命力吼，给保存来，啊，继续来发展。部长的在地人科技部长陈良基嘛，专工转来到故乡参加这项大代志。咱伫遮大汉，伫遮受这个信用，像安尼，尾也伫中央政府咧服务。所以，今天欢喜，我希望讲，这个责任马上给担起来吼。今天会当受到认定吼，我相信啦，不只是咱呐定安宫的这个公园吼，是咱整个云林县民的这个荣耀啦吼。所以我们已有荣焉。对于云嘉南500万的乡村来讲，定安宫的五年高大科技是非常重要的大代志。请王爷、宋王爷，二十这顶几啊个月劳力器材，是云林上有规模历史的王爷宗教活动。十月底。咱庙内吼做祭奠吼，拢每一棵年拢有万外尊的神尊登来感召。已经传承百年的重要文化资产，毛纪录片的导演跟文书学者投入，要详细记录五年陈岁十二位王爷信仰的精彩故事。
那讲写册吼，我才要写一个月啦。但是吼，即内面的相片，我才要去三十张啦。咱甲乡镇、甲咱五乡吼，人甲人民之间的一个故事吼，咱一个一个甲写出来。目前全国着认证的国家重要民俗有21项，婚姻观着占4项。婚姻观虽然人口较少，也毋过伫民俗宗教文化的深度佮影响力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婚姻观的文化处嘛，甲大目屎刘洪林登录做传统技术保存者，已经食到70岁的老屎刘洪林，嘛望讲这项功夫会当万代传，予大家看到庙宇使人感动的所在。在古早起庙是真讲究，不管是大娘或者是斗境安排，只要是庙内一块茶，就一定要做顺，也袂当用顶下顶，完全考验大目师傅的技术。也因为完全靠经验加18个功夫，婚姻观文化处也甲刘洪林登录做大目族技术保存者。啊，这要做个过程吼，就是爱先画图、放油，吼，啊，再来遮画。放伊了有做板啊，啊，互则落去画当茶的，啊，则互师傅落去做。啊，来用这个木做的吼，是较画较耐看。你看，你逐回来看，逐回看了就好看。大伯是庙宇的骨架啊，将基本的断梁、条啊安排好势，才当安排其他作品去哩。不管三山顶到拜殿，对金钱卡到天子，会当看到高枝剪莲、插花、幼路。搁再看到庙红仔的建筑甲故事，都会当看到艺术用心安排设计。我真优秀的一个啦，伫即摆来讲吼，大目屎足少的。庙宇经过历史朝代，经过风吹日晒，来来去去的庙宇有台湾文化的缩影，也有你我的记忆。大目师傅用心的工艺，互文化历史有保存的空间。建筑的修复甲保存，将优秀的工艺整做建本。予咱不管是拢会当欣赏到台湾工艺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咱普通看到的西瓜拢种伫山坡，也毋过伫咧台中龙井有一个农友，伊开一年的时间去研究讲，甲西瓜种伫鸡鸭顶，咱做伙来看。今日温室伫咧边鸡鸭顶面看到的拢是青色的藤，详细甲看，红色的网仔内底底就是西瓜，甲一般人对西瓜生伫咧荷丛的印象真无共款。这是台中龙井区农友钱永杰为着让西瓜更加甜的种植方式。伊专心就是将所有嘅养分加提供，所有即个叶我就所养分吸收嘅养分提供哦，即粒西瓜用安尼尔。家条西瓜虽然拢无介大，不过正甜。透过网式栽培的方法，西瓜有搁较充足的日头光，肉质也搁较幼，而且这种小粒西瓜也有家己的市场。好啊，现在都是家庭的这个成员都比较少了之后，我们是这个。学习日本哈最近他们在市面上都是一些小型的西瓜非常的畅销。甲市面上看到的大西瓜真无同款，钱永杰真用心，甲这世界内外西瓜品种顾好，唔然后西瓜产业有搁较进一步的发展，也符合现代社会小家庭较侪的这个趋势，互民众加一个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要学台语文，就爱先学罗马字。伫台南新社有社区的汉语班，老师是教学生囡，学生摕五毛笔来写罗马字，学员拢讲真新鲜。看到四大人，大家坐几排，认真咧写字，斟酌一看，因写的不是一般的笔，是五毛做的笔。这是台南新市社内社区汉语班的课程，台语文老师带学员做伙体验400当前的人用五毛笔写罗马字的状况。有啦，真好写，嘿。啊，这伊这吼，安尼尖尖啊，甲匀来，啊，就安尼甲写，安尼甲写，写，做好写啦。啊，咱来写这罗马拼字的，就是呢，用鹅毛笔，鹅毛笔，鹅毛，画鹅毛，啊，画鹅毛，用鹅毛笔呢，匀墨汁，来咧写这罗马字，啊，这罗马字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特殊的意义的，啊，有这个意义的。这可能呢，已经呢，400已经无人安尼在做了，哦，啊。鹅毛笔伫咧荷兰时期就已经出现，把鹅毛写到尖尖，用墨汁就会当用来写字。汉鹅阿班的学员拢是头一摆体验，趣味佮新鲜。设计个安尖尖吼，写到尖尖，啊，才会当来，较内底遐会当存那个墨水哦。啊，你慢慢写，慢慢造出来，
会当较持久安尼，真好势呢，足巧诶，设计人足巧诶。我们这个去找这个鹅毛人哦，他刻意把前面这边修剪一下，还有中间有一个中间一个裂痕，刚好可以把这个上面的墨汁慢慢的流下去。有学员表示，鹅毛笔看起来软软，写字的时阵袂当伤出力，要将握好气力才写会好。伫社区内学台语文，阁有机会用鹅毛笔写字，予人感受古早时的记忆。汉鹅班的学员拢讲是真难得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来熟悉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伊带头推测海洋的调查，嘛做海洋的保育甲观光，带咱台湾人真正走向一个海洋的国家，嘛可以摕到今年的五三连奖。以前乌老不过是一个名词，如今我伫乌老底漂流，对着乌老的脚步。远远看到咱台湾这座岛屿，随身带一本簿仔，不管是坐踮厝内厨房，也是对船仔出海，伊随时拢伫咧写作。伊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伊做过五冬的讨海人，出海掠鱼的前半冬吐甲变过，不过伊并无翻头，依然长期伫咧海上做工课。三十冬的创作之路，实际用家己的身躯和海洋保暖。伫海顶。应该说吃足了苦头了，都一边爱劳动，啊一边适应啊。我总是会听见讲海洋在头讲啊，你若会当坚持落去，你就会当看到我上水的风景。廖鸿基捌对远游渔船行踏全球，过独木舟西归台湾。伊捌坐伫咧树林白啊顶悬，甲家己到湖乌楼漂流一百点钟。虽然时间短短一百点钟哈，坐伫上原始的海洋，我全新的感官哈，规个拢拍开哈。如果你说他带着强烈的在地性，那个在地性是他自己身份的一种参与，以及透过书写，然后回向陆地，然后引导就是读者们也进入到海洋的一种身体实践。廖鸿基用一笔写大海，用行动带大家关心海洋。1996年开始。伊倒入海岸海底的生态调查、保育的工作，了后伊带第一只欣赏海岸的船仔出海，伊是台湾海岸观光产业的第一人。我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才有机会更进一步的关怀啊。其实赏金活动，伫这21年来，哦，搁较侪人会当去海顶，搁较侪咱台湾社会去甲伊亲身的接触。今年廖鸿基得到五三连奖，伊讲每一遍的得奖都是创作转变的机会，感谢这个奖，予更加大的创作空间。伊会继续用无同款的方式，带这个岛屿的人民去发现海有偌深，世界有偌宽。记者尤怡珍、张玉水台北报道。画图不是干那，只使用画笔尔。伫新加坡有一搭套房压力会当乌白做的房间，你爱用笔就用笔，不爱用笔嘛会使。互你伫咧溪水内底套房压力会当做出有性格作品。穿防护衫、紧干条，伫讲解了后，大人甲囡仔开始进行做饼。看是要用笔、干干条翘起哩，还是要用各种物件，甲色彩加伫顶面。伫只做饼无任何规矩。是拢凊彩随在你。Just in this space alone, I feel like it was a bit weird. Like, oh, I can actually throw paint on the wall. I can be like a four-year-old kid all over again. And that for me was the aesthetic euphoric moment. I was like, oh my god, yes, I can, yes. 这是新加坡一个限期举行的化解压力的做饼经，只要开卡无30块美金，就能摕到贵水装逼。消费者会当无任何限制，用各种的格式伫壁面画图。这款的画图方式真自由，唔那会当化解压力，佮当开发无同款的创作力，和平将自由的创作艺术。I think it teaches kids to be creative, and that there's no one way to do something.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do something.
开左边经的艾德利亚表示，会想到这款的化解压力的活动方式，成为读书时期的美国朋友。迄当时朋友伫厝内仓库有一个空房间，可以会当凊彩创作。等艾德利亚回来新加坡工作了后，就决定设置这款的空间。And a lot of people come with like almost a fear or like a belief that they can't really do art. So I want them to come, just have fun, and realize that you can actually create something quite beautiful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or while just, you know, messing around.这个化解压力的坐标经英文到十八分，艾德利亚也算收摊利润。若是会当继续营运，伊嘛五万未来会当找到一个会当长期经营的所在，提供民众这款减轻压力的创作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今天的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再来，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都的温度是14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天的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祖，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